各位晚安，我是博胜，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IEV4 12.3寸的全彩仪表板显示作动的情形，给各位做个参考。那我们现在在路上行驶这台车，那它是搭配 IEV4 数位的全彩仪表板。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作动情形。好，那我们中间会有车速的一个速度。好，那两侧的话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把放大给各位看一下。好，这是我们全彩的仪表板，好，晚上作动的一个情形，好，非常的清楚，而且指针啊还有我们的数据方面都可以在上面看到。那我们左上角的话有一个28度，右上角是我们的时间，中间是我们的速度还有档位显示。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切换它不同的形式，好，那现在是 normal 的一个形式，包括我们如果是 eco 节能模式，还有我们动力模式。那在这边让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全彩的数位仪表板在路上开的一个画面，给各位做个参考。那它这个比一般传统的一个指针来得更清楚，那上面数据非常的多。那现在目前车子是停下来，我们是采用 Sport 的一个模式，那我们切换成 Normal 的模式，在仪表板上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些功能。那待会我们会在路上跑，你就看得到我们数据上有在行驶的一个数据，现在车子在移动了，可以看得到。那这个以上就是我们 IEV4 12.3寸的一个全彩的一个仪表板，它显示作动的情形，在这边给各位做个参考。如果觉得我们今天的影片介绍的不错的话，记得再帮我们分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在我们底下留言。那博胜在这边感谢各位的观赏了，如果说有什么不清楚在我们底下留言。那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观众们，再麻烦帮我们订阅一下，觉得不错再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感谢各位。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如果有不清楚再给我们底下留言，感谢各位，拜拜，晚安了。